老花一美的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的眼花问题。第一个，臭宝说什么花？假花，用 AI 制作的，没有这种东西。它有点像是倒挂金钟制作的那种啊，明白了吗？但是呢，这个就是用 AI 画的假图啊，没有这种花。一直以来呢，我就听了这么一句话，很受用，就是你给那些个爱听说谎话的人说谎话，你能发财；你给那些想听真话的人说真话，你能求生。就是我能谋生，我现在就是谋生，我就是给那些个想要知道这个花究竟怎么回事、怎么养的，实实在在的那种。所以说呢，老花也发不什么大财，但是呢，吃饭是够了，这假的哈，知道这个事儿就行。还有一万多人点赞，哎呦，2000多个收藏，5000多个转发，400多个评论。下个臭宝说，我看看还有救吗？我给你看看也没什么救的必要了，这就是水大，典型的水大。我跟花儿们说过10000遍了，我说。你看那个花盆，摸摸盆土，不干的时候尽量别浇水，可以吗？你摸一摸，你感觉干了，你就差不多干了也行，你再浇水，你别湿乎乎的。好家伙，你跟我大舅子一样，啊，尿裤子了还没洗干呢，就又接着又尿，你时间长了它不烂裤裆吗？你换裤子它不换，它接着尿，那真的是。下个臭宝咋回事啊？是水大烂根啊，还是空气干燥啊？只要说到发财树，我就跟花儿们说过，五一前后你得劳动，劳动才能致富。适当的把叶子剪掉，让它长新的。你看时间长了，这叶子它就不好，也没办法，明白了吗？也是跟上面一样，你摸摸这个盆土不干，你就尽量别浇啊。肥料可以给，这个叶子不好的你就剪掉，让它长新的。下个臭宝，前天换盆后一黄不复还了，要用杀菌药了，臭宝。这个就是伤根了，缺水了。你正常该给足光照给光照，该给杀菌药给杀菌药，就是水、肥、药一块给上，光照给足就行了。它黄点叶子很正常，但是不至于嘎。但是你不用药的话，就时间长了就烂根了，就嘎了。我怀疑你是伤根了，所以说呢，就导致的看起来像是缺水。现在就是你给上水，给上杀菌药，再给上老花艺有卖那个生根液，很便宜，9块9两瓶那种，好吧？下个臭宝，老花一这啥情况？这也是个发财树啊，老叶子它不都这样吗？啊，家伙了，咱就说实话，你供奉财神是吧？供奉神像，你是不是也得定期的给他擦擦灰啊，给他擦拭擦拭啊？该烧香烧香，该拜佛拜佛，你才能发财啊！你的发财树，你就连管都不管，那老叶子它不就黄吗？该剪的剪啊，该给肥给肥啊，要不然怎么发财啊？这不错，就点个关注啊！老花姨每天分享有用的养花知识，我是老花姨，养花最专业，拜了，师傅。嗨。